在我们中华几千年文明的国家，已经通过劳动移民、生产、演变出健身而防心。好了，好，这些东西不要动完了，你要去想你这个宗旨，想到你这个宗旨去想。你说长长长长，这么抓着我的手，哎，哇！希望大家珍惜自己的当下，谢谢。好。